27日，周深回国后的忙碌身影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。周深和主持人任鲁豫、胡夏、白举纲等一起在泸州录制央视新综艺《乐在旅途》。从路透看，周深玩得很开心。更搞笑的是，在唱歌的时候，周深一开口就唱了两个字，音响竟然直接就刺啦爆掉了。这突发情况加上周深精彩到爆炸的样子和表情，直接逗得一众嘉宾大笑不止，就连主持人任鲁豫都大笑着拍着手过来抱住周深，笑不活了。关键是周深又试了一次音响，同样又爆掉了。好吧，看样子这趴是没办法进行下去了。周深大喊，快点进行下一趴吧，后面唱歌好像真的就没路了。我想我成为阳光，成为飞鸟，剩下我成为昆虫沙粒。时下雨了，周深就一直提醒着围观的观众不要淋雨，不要生病了，依然还是不停地回首鞠躬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。据悉，今天会在姚贝古镇中山公园、山河明月醉酒城、泸州记忆火锅、桂里博苑等地继续录制。随着周深在泸州录制《乐在旅途》的路透曝光，网友们对于这档新综艺的期待值也直线上升，期待节目的播出。再爆个瓜，接下来周深可能参加江苏卫视一个音综录制，可能是飞行，当然吃瓜不信瓜等官宣。另外，周深继周浅、周果子等名字后又有新名字周生生。27日，奔跑吧官微放出第10期预告和宣传短片，
宣传短片中，周深化身真人化西游卡周生生，会演唱各种风格歌曲，让人忘掉烦恼，邀请你来点歌。预告片里，在游戏中，周深好像被移动墙吞掉了，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还有和白鹿的猫猫犬对决，大家记得今晚不要错过哦。你好，我是周生生，一张真人化的西游卡，我来自 R 星球，我会演唱各种风格的歌曲，希望我的歌声能够让你忘掉烦恼。认识你我很高兴，快点来点歌吧。陆先咬牙切齿，好像两只猫啊，海哥好猛，这一趴最后一次有脸的镜头了。跟随着宣传片的还有一个话题，就是周深声线疗愈。有网友说，周深参与的央视音综都很好看，音综更是，希望这次的乐在旅途早点播出。而听过周深演唱会现场的人更能体会到这个词条的真正含义。其实周深不仅声线疗愈，本身人也很疗愈。喜欢周深的人都知道，周深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歌手和偶像，他的音乐才华和个性魅力都备受赞誉。周深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喜爱和追捧，主要是因为他那独特而美妙的嗓音和出众的音乐才华，他的歌曲能够触动人心，带给人无尽的感动和治愈。更重要的是他那真实、率真、幽默的个性，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喜好，不畏惧任何争议和挑战。出道十年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拒绝。对不起，开始接下去了，太硬了，对吧？就什么你直 Q 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是这样的，你再把它还出来一下。我看看到老师的那个暗示，带领我们怎么带领吧。好，这样先生，我们今天考验一下你没有伴奏的真实啊，这是对歌手巨大的考验。你不要回来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比歌手舞台还要难的时刻。我们一起动动动动，来准备啊，让他走上舞台，来去。谢谢朱彦辰。没有什么事要干，看见路口红。Hello， 周深。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不好意思了。这昨天吃的那个黄包，那个是大的黄包，不是太花了，我想到不想这个。